杏仁。位于舒兰馆末端，紧靠着古墓，子宫位于盆骨腔的正中央，形状呈倒置的梯形。怎么都用食物来描述我？起这么早？你这个大早在这看什么呢？斯坦福的大学公开课。什么公开课？ Figure out how that could happen is a problem. I had a case one time. It was the victim's cell phone next to his body. 你觉得我能听得懂吗？所以你到底在听什么呀？人类性行为。你起个大早研究这个干嘛呀？你继续。你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？叫你接你了。嗯。怎么了？今天很累吗？嗯。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想说什么呀？你今天跟谁打电话打那么久，我都打不通。周磊。哦。干嘛？怎么了？哈佛公开课说拥抱很重要。哈佛公开课。触摸、睡眠和爱情的重要性。所以你抱我只是想和我……什么？松开我。到底在生什么气啊？你自己想。这个吗？就不能想点别的吗？什么别的？能不能直说？我真听不懂。我直说了，你可别后悔啊！我为什么要后悔啊？你明明知道我很生气，为什么还想着跟我做那件事情？所以你就这么想我了是吗？嗯。所以变你。我去死了。大楼里有座庙。那白色衣服的女生是幕后主使。
哎，你罗师傅还没到呢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哼，我辛辛苦苦做的参赛作品连个名字都没有，他居然跟我发脾气。我没有发脾气，我就是问他到底怎么了，而且我都已经问了100遍了，他就是不说。他那个态度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他？他不告诉我，我态度再好有什么用？我不管，反正我是受够了。他如果不来跟我道歉，我是不会理他的。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我又没错。这种一有争执就无条件道歉的做法，我认为是不合理的。那就冷战呗，谁怕谁。反正我是不会道歉的。西子梦，干嘛？你刚才敲门干嘛？我没有啊。有。没敲你的门啊！我刚才明明就听到了很清晰的敲门声。别吓我啊！那可能是我听错了吧。